班的小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你们呢即将要毕业了，那希望你们呢以后呢上了国小之后呢，也能像现在一样，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能够勇于面对。那陈老师在这里祝福你们呢，都能够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，加油！大班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恭喜你们毕业了，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摩根之光。张老师给你们100个赞哦！大班的小朋友，恭喜你们毕业了，李老师希望你们在新的学校能够变得更棒、更优，我爱你们哦！不要忘记我们哟，大班小朋友，恭喜你们毕业了。秦老师在这里呢，要祝福你们事事都很顺利，然后学业进步，还要交到很多更好、更多的好朋友哦。记得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哦，拜拜。祝大班钢琴家。